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 A 大于零，而且这条直线跟两轴所围的面积等于三了，那它问 A 等于多少，我就把三除过来，除过来以后的话这个就变成了 x 除以呢 a 分之三了，加上多少呢，三除过来，这是 y 除以一啊，等于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当你 x 带零的时候 ，x 带零的话 ，y 就等于一，x 带零 ，y 等于一啊。所以的话呢，这一条直线通过这一点。当你呢 y 带零的话 ，x 等于多少 ？x 等于 a 分之三，因为这如果等于零的话，那 x 除以这个等于一嘛，所以 x 呢把这移过去的话，就变成 a 分之三。好，那 a 是大于零啊，所以是在这边嘛。所以当你 y 带零的话 x 等于多少，这是一，这是 a 分之三啊。好，他说呢，这条直线跟这两个轴呢所围的面积这个是三，这个面积a 是等于多少呢， a 是等于三的，这个三等于多少，三的话是等于a 分之三嘛，乘以多少，乘以这一啊，它除以二，所以是等于多少？等于二 a 分之三，那三可以 a 掉，所以我就晓得a 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三，再乘以三分之一，可以 a 掉，所以是二分之一啊。所以 a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二分之一，a 等于二分之一。